내 몰래 죽어 나 없는 거는 너만
느낌 없이 네가 바라는 일만 걸어 하나 둘 셋
난 시간많이추워졌네너를봤을때이런봄향기도무뎌졌네버릇처럼네향기가났던이거리도겨울냄새로덮여내맘도한층가벼워졌네不愧是我看上的男人
People come and people go.
내갈라질듯한믿음의날눈을적셔틀어지고가꺼질듯한내맘에불을붙지마 Yeah사라져간다면그때는날한번더불러줘난항상여기이자리에가만히너만을기다릴게아무리오랜세월이흘러도절대로날잊지말아줘간직해줘今天去的时候，太帅了，你不是，你知道吗？我那
当时一进去的时候就已经快没有了，他们就开始说结束语，但是其实后面还会有一些歌。然后我进去的时候，你知道吗？就我一开那门，外面有亮光，然后李承铉就往这边看，然后我就跟他招手，当时就肯定只有我跟他招手，因为别人都看不到我从那个门进来。然后他也跟我招手了，然后他看我的时候，我他妈那个死手机气死我了，就打不开，打不开，等我打开的时候，然后我一拍，我又手抖，所有的视频都在手抖。我回去一看，我是抖音的代言人嘛。然后他还跟我对视了，我还拍糊了，我有病吧？我现在还记得他看我的眼神。哎呀，不能哭了，今晚还吃了泡面，明天肯定就是个种子，什么种子，就是个水宝宝，肿了就。妈，我，等一下，我要合唱了。我们还有最后一首是合唱的《乌塔房》，就是我每天晚上洗澡放的那个，就是我每天苦练应援。我跟我妈说，我说你要是有钱，你一定让我去香港的那一场，真的好想去，我也要听全场。香港的话，他们还会放那个，他们还会唱中文歌，哎呀，也不一定是中文，也可能是粤语。我妈妈太好了，我求求我妈妈。哎呦天，我现在上头，哎呦，我嗓子都有一点坏了，就一会儿是真声，一会儿又就这样。哎，不跟你说了，我还要再去微博看一看。哎呀，我明天早上再，我明天早上再听听我说的什么吧。我现在就跟喝大了一样，可是我喝的是李承铉他，哎呀，是心扉他们给我买的奶茶。这奶茶有毒，喝了就，喝了就一直哭。这个奶茶，这个幸好我只喝了一瓶，哎呀，别笑啦，别笑啦，哎呀，我走了，八八六。我哪是见到喜欢的人呢？我见的是我五年夫。哎呀，不是，那怎么说？不是五年后，现在就是未婚夫，是五年后的老公。我跟我妈说，我说我要不，我那会在场馆外面，我跟我妈说，我要不直接，我说我太喜欢他，我要不直接冲进去嫁给他吧。我就说，我妈说，那你人家不愿意。我说不愿意，我就直接把护照给撕了，然后我就不用回去了，我就在韩国就行了，我就逼他。然后我妈就说，我妈说跳楼也不行，说跳楼人家也不愿意，我气死了，我妈真烦。你说他愿意吗？他现在肯定不愿意，他五年后就愿意了呀，你说对吧？你说是不是这么个理儿？你快说是啊，你一直在这笑什么？
哎呀，你说不是也没有用嘛，反正你就说是不就完了？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嗯，这就对了嘛。